抓打人来！别打人了！别打人了！别打人了！打打人！打打人！来！打人呢？干什么？打人！打人！被打了！打人！他被打了！打打人！打打人！干什么？他现在被打了！他被打了！青山，青山，他被打了！青山，快过去！青山，快昏过去！大家打开那脸色苍白了，要给我呀，大哥！不要打了！
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行动，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行动，我们没有必要跟警方做没有意义的对峙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我们公民不合作、不服从的行动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朋友，如果你觉得有点累的话，我们可以回到凯道上面，我们有一些物资，我们有一些毛巾，我们有一些热饮，有一些食物，大家可以趁机补充一点体力。那我们回到凯道上做一点休息，我们今天还有一些不服从的行动。 拜拜，回家喽！警察辛苦了。
在前面就去放了，叫叫林义祥，叫出你们大车。后来我就一路外就是撤退，我们现在给他拿包。